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K 九哥的生活点滴，今天来北河大三宫。这间后边面有一张那个啥？阿伯乐，他说是全台最大。全台哦。全台最大的。他说全台最大。来看嘛，来看看是全台最大。那位庙的边啊，才有一条路，行去，遐叫做标，喜欢黄色。来看麦啊。就为赏花游客，土地为私人土地，禁止车辆进入。底下一张。头前这块是人的私人土地，唔好开的。嘿啊，人咧停车，你当停庙埕。庙埕真大啊。好，够啊！哦，这张真大张啊！边仔阁有一个小竹屋，我感觉好看。看嘛，哇，头壳拢规个拢黄色，变黄色地毯。这原底是讲秘境，啊，尾啊，愈来愈侪人知。变唔是秘境啊！对，黄色地毯，还有些阿伯乐。这黄金色的，咱搞这竹屋做位去，意境嘛对吧？安尼。很金黄。这个袂歹，这小灯笼，红灯笼，黄色，这角度真水。这话种一挂莲花。这全只一人伫遐翕。哇，而且这角度有垂下来黄色，够小竹，它顶完够吊蓑衣，这意境袂歹。啊，这角度翕袂歹看。够阳光射进来，够蓑衣、竹屋、黄金雨，哦，这角度翕是上水的。够垂下来，还够放蓑衣，还够在放物件，放红。入井啊，到井，还贵个古物，会可能就愈逐工，伊花开啊愈水。嗯。你收细，伊可能先互叶仔生。哦，这角度真水，咱摄到迄领古早的雨衣。蓑衣。啊，佮加迄个。酒瓮。酒瓮。还佮一个简单。红灯笼。站后边这翕嘛是袂歹，
这多好，算两丛啊！哇，真正全台票选最漂亮的。搭配美女，我叫人家姐。哇，这样呢，吸气多好！先看中年翕的，拢为中年遐吹下来，肯定有诶，拢落了。因竹屋看真好看，搭配这黄色的阿伯乐，很有那个古宅感觉。真水啊！这台现场看阁愈水。是那个黑的果园。好，来前往下一个阿伯了。